烧车意外造成了2死6重伤，还有20个人受到轻伤。在下午的时候呢，有一辆自小客车行经雪隧南下26公里处，突然就爆胎，让紧跟在后的客运刹车不及，就追撞了上去，造成这部自小客车的油箱瞬间爆炸起火。而隧道里呢，浓烟密布，有300-400个人同时都受困在里头，陆续呢就由这个头城出口来撤离，雪隧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。